好，我是 Stacy， 大家都说我是王梅，其实我只是爱分享。有粉丝问我，品尝那么多美食，怎么还能这个身材维持得那么好？基本上我不爱运动，又很爱吃。两个月前我曾经猫60公斤，但是你看我现在只有51公斤。我没有特别控制饮食，或是去做激烈的运动，我只是用了先知先觉热动力来控制我的体重。为什么热动力那么神呢？因为热动力是号称运动系燃烧胶囊，它能防止脂肪囤积，加强脂肪的燃烧。你不必动，让它帮你做运动。所以就算我躺着不动，消耗的热量也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多。热动力帮我把所有吃下去的热量通通燃烧掉，我的腰围变小了，手臂变细了，扁担也变尖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两个月可以减轻9公斤，回复好身材的原因。所以现在就算天天享受美食大餐，我也不怕身材发胖走样。吃完大餐后，只要赶紧来一颗热动力，它能胜过一个小时的激烈运动。我只负责享受美食，在 PO 上网分享。至于体重的问题，我就交给热动力。想要腰瘦就是那么简单。